这是我们时隔四年的第一次见面，依旧不太愉快。我，31岁的职场女性，逞强多年，竟然被一个小屁孩。不过这次应该不算吧？好险，好丢脸。老婆，啊，你胖了，胖了，哪儿胖了？对，就是脸，脸胖了，角度问题啊！我刚才躺着，你从那个角度看，我当然会显胖。果然是角度问题，这么看依旧这么漂亮。哎，我知道你和他订过娃娃亲，他总叫你老婆，但拜托，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娃娃亲？再说了，你都30多了，要什么没什么，他才24，有大好的机会和前途，将来可是闪闪发光的巨星，你根本就配不上他。所以请你跟他划清界限，离他越远越好，不要当他人生中的绊脚石。刚跟医生说完我要控制情绪，我真的是。还有吗？还有，你出院以后就去找工作吧，不要再回瑞爷了。华总不需要你，我也不想和你共事。我总结一下啊，一，别再缠着陆承安。二，别再回瑞叶，是吗？没错。不好意思，这两点我一点都做不到。你一不是陆正安女朋友，二不是华总发言人，你凭什么要求我？我多大年纪混成什么样，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，轮不着你在这品头论足的。还有，陆正安这颗嫩草，不管我这头老牛吃不吃，你都没戏。像你这种没家教、没素质、没脑子的大小姐，根本就入不了他的眼。要不然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从来没有听他提起过你？所以小妹妹，做人要有自知之明，懂得知难而退。不要脸！对，我是不要脸，我就是一不要脸的老女人。但是你不爽我，你也干不掉我。我说完了，不用送。就拿我当代驾了，这就走了？他俩都喝酒了，你花仙子，好了，加点油。幼稚。如果你能再说点幼稚的话，比如你是最棒的，你一定行，那我油就加满了。别动，臭小子，都长高了，我够着都费劲了。加油，你是最棒的，你一定可以。
完了。你不让我这么说的吗？你能不能走点心啊？你这样我可开不了车哦。行，再来。辛苦了。刚来青宁，人生地不熟，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，还要来担心我。很累吧？是我不好，不该冲你发脾气，不该让你担心，所以你千万不要像我一样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虽然我不懂音乐，也不知道要给你什么样的建议，但是我知道你是最棒的，即使最后不成功，但也一定是最帅的。加油。怎么了？哭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油加满了，分你一点。快时差的恋爱，太平洋的季风归来，候鸟也该归来，爱需要灌溉，爱有时像个小孩，也会在流星划过夜空忘了对白。真的是陆正安，真的是那个爱撒娇爱粘人还长不大的小屁孩。天哪，原来他早就长大了，一直没长大的那个人是我。不对，这种老母亲的心情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么高兴这么骄傲？陆正安，你果然是最棒的，帅。